那现在请你打开这个纲要啊，我有耶稣。什么叫耶稣呢？耶稣基督啊，表明他是耶稣，也是基督。这个保罗身上的特点，我有耶稣，我有基督，他是耶稣，说出他的工作，懂不懂？这个他是基督，说出他是神圣经纶的执行者，这两个不同在这里啊。耶稣成就一切，他所成就的要是基督来执行的。人跟随主一定是这两步，在这两步里他不能离开死而复活，不能离开复活的基督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他是耶稣，说出他的工作。这工作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化成肉身；第二个，经历苦难；第三个，饱受试炼；第四个，藐视厌弃；第五个，向父忠诚；第六个，乐意舍己；第七个，死而复活。第一个，化成肉身；第二个呢，经历苦难；第三个呢，饱受试炼；第四个呢，藐视厌弃；第五个呢，向父忠诚；第六个呢，乐意舍己；第七个，进入复活。你用这个来衡量，你就知道了，到底你是一个让神构成的人，还是一个做礼拜的人？是一个让神构成的人，还是一个在宗教里热心爱主的人？哎，弟兄啊，你们昨天好多人讲，我羡慕，我羡慕。你是说那个羡慕是什么代价吗？是什么代价吗？你这一辈子完了，你这一辈子结束了，你这一辈子所有的夸耀，所有自己以为有的，所以可以拿给人看的，所以可以摆出来的，通通都消失了。因为我只有耶稣基督。哇，这个时候你要说了啊，让这世人呢、欺我嫌我，恩主也曾被弃嫌。如果耶稣走这个路，我也走这个路。如果这是耶稣的一生，这也就是我的一生。我不是一个讲道的人，我是一个这样活出的人。我愿意什么？经历各样的苦难。我愿意，周姊妹啊，我听说你经过一点苦难。他到温州去住几天，回到北京一看，他的房子变样了。有没有这个事啊？我说这一变样，这是他的家嘛？你想想看，我说回家我的家变样了。说我住地方怎么变样了？后来说，弟兄觉得那样好。啊，感谢主啊！你那个脾气我懂，一定是。然后里面讲，有没有？终于还说主啊，我降服，我降服。如果弟兄们这么做了，我愿意降服给你。这叫苦难。我有我的想法吗？我有我的想法吗？但是啊，主，现在我愿意有这一生了。怎样的一生呢？经历苦难的一生，凡是受试炼的一生，极其卑微的一生，被藐视厌弃的一生，向父忠诚的一生。当我经过这一切的时候，是的时候，我的问题是：神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要的是什么，我还是愿意和你所要的可以完全的一致。所以向父是忠诚的。像我们这堕落的人呢，又是满了爱的，爱到一个地步愿意舍己的。弟兄啊，你懂吗？你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，你钉在十字架上也没用。但是你能不能告诉弟兄姊妹，告诉朋友们，告诉世人们，我乐意为你们舍了我的一切，我的前途不算了，我的事业不算了，我的安逸不算了，我的财富不算了，我的享乐不算了，我的欲望不算了，这些我都摆在一边，
我要为着你们来得益处。如果叫你们得益处，叫你们活得好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去。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人。保罗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他能讲是使徒的保罗，跟人没关系的，是借着耶稣。为什么是借着耶稣？因为所有耶稣所经历的我也都经历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前面有七部是讲耶稣的，后面这七部是讲基督的。他是基督，说出他是神圣经纶的执行者。哇，你要保爱，所以他的生存，他的存在和神的存在完全是一致。讲到基督的时候啊，他有大概六个七个者啊。第一个，神圣经纶的执行者；第二个，神永远旨意的成就者；第三个，神圣一切事物的供应者；第四个，神圣工作的运行者；第五个，神圣生命的分赐者；第六个，圣徒们的成全者；第七个，教会的建造者。阿门不阿门？你要经历基督，要经历耶稣，这七项里有五项是你要经历的。你要经历基督，这七项你都要自取享受的。这里面没有苦难，这里面没有苦难，这里面没有藐视，没有厌弃，这是高的，是属天的，是荣耀的。但是这七个者多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可以这样念，真喜，真就很喜乐的。我是神圣经纶的执行者，我是神永远旨意的成就者，我是神圣事物的供应者，我是神圣工作的运作者，我是神圣生命的分赐者。懂不懂？你不能把生命给人，但是你所得的生命可以把生命给人。然后呢，我是什么？圣徒的成全者，我是教会的建造者。当然你都可以加个之一，不是独一，基督是独一，我们是之一，所以你加个之一就绝对没有问题了。我是神圣经纶者执行者之一，我是神永远旨意成就者之一，我是神圣事物供应者之一，我是神圣工作运行者之一，我是神圣生命分赐者之一，我是圣徒成全者之一，我也是教会建造者之一。这个就叫复活。什么叫复活？这就叫复活。懂我这句话吗？不要把复活想得太抽象，复活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这个在复活里呢，在这个复活里成为基督啊，对不起啊，这就是基督的工作。在哪里来成就呢？基督的工作在复活里成就。所以他说，从死里复活，就是 out of， 从死里复活。他是怎么写呢？使徒保罗是保罗使徒执事的构成，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历了耶稣了，我享受了基督了，但是我每一天这个人呢，还要住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，在一件一件的事上，我要住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。所以啊，是复活叫他怎样呢？得着神圣的生命，在复活里。所以你什么时候摸着主了，什么时候享受到复活了，神圣的生命啊就在你身上生发出来。然后是复活保守了他一生的跟随。我愿意告诉你，我跟随主60年，打败仗尝试，我的特点什么呢？屡败屡战。主就你好不好？不好。得胜不得胜？不得胜。现在干什么？跟随。阿门吧。哎，这是我的还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呀？结果大概每个人都要承认了哈，我们都是啊差不多的哦。那就是那首诗歌了，当我们聚会什么唱诗是吧，当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，何等愿说先说有，但是前面呢有更重的十字架，有更艰难的生涯，这是十字架道路。
你愿不愿意走这个，你能不能这个什么背十字架来为做你的主，你这个奉献给主，一切的奉献给主的人，你想做主是真诚的吗？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，你说你是否全真？你这话扎心不扎心？扎心吧。但是你要说这个话了，就我自己可以说，我60年跟随你，我跟随你60年，打败的多，叫你失望的多，软弱的多，离开你的多，但是主是复活保守了我一生的跟随。我有一个复活的主，在荣耀里的主，他来保守我一生的脚步，所以是复活保守我一生。